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魅影叔叔，粉丝推荐了一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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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劲爆的《马桶人争霸》第70集 Part 3的同人作品，剧情就接续在音响哥和无双战神解完破烂之后，继续深入阿尔法山基地追寻马桶博士的踪迹。他们会在阿尔法山实验室里面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魅影叔叔还没有看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同人作者的脑洞吧。一转过来就遇到了两个马桶人，魅影叔叔非常喜欢这里的设定，无双战。战神和音响哥都使出了他们的绝招，瞬间就秒掉了前来阻挡的普通马桶人。现在他们的机动力非常的强，一般的马桶人应该追不上他们的速度。无双战神在上一 part 捡到了粉扇哥的电子解锁器，音响哥稍微慢了一步，无双战神等他过来之后才打开大门。这个地图给魅影叔叔的感觉不像是阿尔法山实验室，更像是基金会的基地。不过作者的细节做得挺好，大门上还专门使用了大福克制作的 logo。 无双战神打开大门之后，音响哥率先冲出，直接跑到了对面的房子里。但是无双战神非常的谨慎，他一步一步慢慢的摇晃出了通道。哪个小子在他观察环境的时候被一只爪子马桶人攻击，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他大跌眼镜，这个爪子马桶人居然自己伤害自己。好在魅影叔叔看见了一道闪光，无双战神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五头电视人及时赶到。不仅如此，除了五头电视人之外，其他的支援小队成员也都悉数赶来，甚至连各位精英姐也出现在无双战神的面前。哇塞，这个同人作者的思路实在是太哇塞了。按照魅影叔叔的推测，大福哥应该不会这么快让所有的小队全部汇合，这真的是要摆出大决战的节奏了。这位作者还非常注重细节，精英旅团出现之前，五头电视人做出了一个传送动作，暂时还不清楚是不是他的传送技能升级了。众人还在研究路线，一个神秘的马桶人就从他们的左边通道逃跑了。无双战神赶忙追上，这个时候还看不清楚这逃跑的马桶人到底是谁，不过似乎隐约大概可能猜测应该是马桶博士。前面飞的马桶博士马不停蹄，后面跟着的无双战神穷追不舍。这一连串的道路有点像是马桶人的生产流水线，也不知道飞了多久，无双战神终于到了出口，却遭到了马桶博士的埋伏。他在这里埋伏了3台超级巨大的显示器，放射红光刺激无双战神进行自残。虽然无双战神带着护目镜，但是这个红光的威力实在是太强了，所以出现了受伤的功效。眼看着无双战神就要支撑不住了，好在支援小队及时赶来，其他人一起进攻马桶博士，音响哥也是救下了无双战神。这一幕真的是超级的感人，希望两兄弟的感情能够恢复如初。随后镜头切换，原来是泰坦电视人一直在转播阿尔法山实验室内的情况。阿尔法山实验室内应该不会再生波折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3个泰坦了。这一集就在这里结尾，真的是超级的棒呀。虽然魅影叔叔非常喜欢这个同人作品，但是它的进展实在是太快了，不太符合大福哥现在正在填坑的一个节奏。我认为这么多集过去了，神秘特工还没有出现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，还有粉三哥生死未卜的事情。魅影叔叔认为在70集的 Part 3中就会填他们两个人的坑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猜想呢？我们在评论区里面讨论吧。祝你们晚安。